10月25日为清洁队员节，彰化县政府为体恤清洁队员的辛劳及疏解压力，16日庆祝113年清洁队员节。慰劳表扬人员辛苦，并激励工作士气及凝聚向心力。那在这边再次利用机会表达最高的敬意跟谢意，谢谢大家紧邻看护我温迪大昂，那领机里也会守护我们的城市，为我们的乡亲大家在服务。在这边再次的谢谢大家。 县长王惠美亲自公开表扬30位年度模范清洁队员，逐一颁发奖状，并与模范队员及家属合照，肯定获奖者的努力付出与卓越贡献。公益频道林义俊，和美采访报道。